你王八蛋，竟然连这种办法都想出来！今天就要搬满了。啊？信上面不是说，因为你被 F 四欺负，只要有人肯救你的话，你不是什么事情都愿意做吗？放开！放开！我说放开他！你干嘛救我？你根本不是一伙的吗？没有人来救你，我只讨厌这种事吧。在干嘛？当你眼泪忍不住要流出来的时候。如果能倒立起来，这样原本要流出来的泪就流不出来了。倒霉死！你这个大混蛋，你到底是不是男人啊？做这种事情你也太丢脸了吧你！好紧张哦。不过真是太爽了，做好事，我是绝对不会屈服的。其实我是为昨天的事来跟你道谢的。如果那个时候不是你救了我，我可能已经……早知道你会这么黏人，就不要救你。我还是会去顶楼找你的。那我不会再去了。蓝色小姐吗？请你跟我们走吧。皮肤素质倒是不错，让肤质再紧绷一点好了。腰稍微粗了一点，使用能量共振仪吧。不要脱衣服啊！啊！救命啊！怎么样？对你的心脏是很满意吗？你怎么会在这里？这里是我家，我可以给你一个机会，让你待在我身边。我可以每个月给你10万，我可以给你一张白金卡，不限额度，随你刷。每天有专车接送，我家的护肤中心可以随你用。更何况像我这么有 size 的人，你有什么好挑剔的？你这个猪头！哎，我是 size 不是 size， 我是你用再多钱都买不下的人。你对了，您。